是求 f of 五之子。那这题的话带入进去非常不好算，因为五的五次方再乘一百，非常大，五的四次方再乘四七八，非常难算。所以我们这题 f of 五就可以把它改变成 f of s 除以 s 减五等于，我们利用这个方式来算，所以分离系数一百减四七八减一百。减五十五，二十六，八啊，建议利用综合除法就可以了。长除法的话，算式比较长，一百，五百，二十二，一百一十，十，五十，负五，负二十五，正一，正五，十三。所以我们算出来余是十三，所以 f of 五就等于十三。